记者林一章嘉义报道。2018东石海之夏季今天晚上在嘉义县东石渔人码头登场，虽然开幕时下起雨，但仍浇不熄粉丝热情。台湾摇滚乐团911压轴演出，带动整场观众热情，万人挤爆现场，热闹。嘉义县长张花官今天参与盛会，今天刚好是他生日，现场观众为他高喊生日快乐，气氛很 fine。 张花官说，原本邀请歌手黄明志，但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，我就很紧张，想帮忙打119叫救护车，谁知道119没来，反而是粉丝跟我许愿很久的911来到现场。他也说，7月8日晚上云嘉南最大的电音蹦蹦趴，夏天就是要有电音泡泡比基尼，才是正港夏天的 party。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长徐佑仁表示，7日晚上音乐会由911、爽乐团、黄少谷、凯乐跟梁云飞轮番上阵，粉丝听得超 fine。 8日电音泡泡趴邀请人气 DJ，有百大 DJ Ray Ray、网红 DJ 林良吉以及电音女神 Pai Pai 现场表演。最近水果盛产，张花官也宣布7月8日起及14、15日下午3点到6点，代表艳阳的凤梨和热情的火龙果都会来东石渔人码头消暑待客，县府提供水果免费让民众试吃，欢迎来尝鲜。